四帖书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的注解，里面说：“智者正，诚者实。”我们现在对智心，我们比较少数，我们多半讲的是真诚。真诚跟智心是一个意思。愚民，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戒心，必须真实心中做啊，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，内怀虚假，贪嗔邪伪，见诈败断，恶心难清啊！执恶心牢固，四通十一劫。虽举虽起三业，名为杂毒之善，一名虚假之心，不明真实业也。四帖书里头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，我们要常常反省呢，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失？首先，我们有没有用真诚心？什么叫真？真就不是虚妄，要用真诚心生活，要用真诚心工作，要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在现前这个社会，一定有很多人质疑这个世界是个虚伪的世界，别人起心动念都是欺骗我，我要用诚心诚意待人，岂不是吃大亏了？没错，是吃亏了，吃亏是小事，你后面得的利益大，后头得什么利益了？往生佛国，清净弥陀，你得这个利益太大了，那么吃一点小亏算什么呢？何必去计较呢？不肯吃亏的人，这个大的福报得不到。就中国古人讲吃亏是福啊，福来了你不要，这不是有智慧的人呢。大福报来了，你把它推辞掉，这愚痴啊！实在讲是求之不得的。无缘无故受别人冤枉，那个福报最大。有故事，别人批评我们，指责我们，
回报我们，侮辱我们，那情有可原。那么真有过失吗？没有过失，那个福德就更大了。啊，没有过失，为什么还遭这种羞辱？啊，这一生没有过失，前世呢？多生多劫呢？啊，佛法告诉我们，人不是这一世啊。过去有无量劫，未来也有无量劫，只要你不超过六道轮回。啊，无量劫的在六道里头轮转，时间可长。啊，这也是没造业，前世的，在前世的。啊，我们这样一想，哪有不造业的？不可能啊！啊，哪有不跟众生结怨的？啊，这一生的人生。有幸闻到佛法了，把这些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最大的好处是逆来顺受，啊，逆境恶缘当中，我们甘心情愿欢喜。承受，消自己的业障，成自己的德行，开自己的智慧，好事啊！不但没有怨恨呢，还有感恩。在大乘法里，这叫逆增上缘。啊，逆境能帮助我们德行的提升。能帮助我们智慧增长。能帮助我们业障消除。能帮助我们圆成佛道。啊，所以。一个真正修学大乘的人，真正念佛的人，他是什么心呢？一片感恩之心，一片慈悲之心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的，所以他才有真成就。啊，假的那就错了，那就堕落了，那还要给这些众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那是苦不堪言啊！啊，聪明人，有一点智慧的人，抓住这个机缘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一定要超越十法界。啊，有把握有能力超越的，实在讲就是净宗法门啊，依靠阿弥陀佛啊，我们今天对净宗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来的也不是容易啊，六十年锲而不舍，一心参就啊，越深入越欢喜，
越深入越明白，啊，真正通达明了，才彻底放下了。啊，什么叫彻底放下呢？我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自己，劝导同学，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假设的，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的生命就到今天，啊，明天没有了，不再想明天了。今天是我最后一天，我该干些什么事情？不就明白了吗？最后一天，你什么都带不走，包括身体。啊，所以我常说，活一天，这身体是我的，我所有的。啊，身上穿在身上的衣服是自己。不穿在身上的衣服不是自己，别去想它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你身上带多少钱，带在身上是你自己，没带在身上不是你自己。啊，你住的这个房子，今天住的房子，这房子是你自己，离开这房子好像不是自己的，你的心都自在。你生智慧，你不生烦恼啊！你的心生的身心是感恩慈悲，你不生不造业障啊！啊，不生自私自利，没有自私自利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上跟诸佛如来一体，下跟云飞软豆、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是一体，你怎么不自在呢？啊，你还有什么妄念？啊，自自然然清净心现前，啊，一心一念。现前啊，有一丝毫放不下，就把一心一念障碍住了，它不现前了。所以四帖书里都讲得好，一切众生身口意业啊，身他所造的，口所说的，意他所想的，所修的解跟行啊，解是对于佛菩萨教诲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行是什么？照做，真干，必须真实心中做。这一句话要紧啊，真心去干。啊，怎么叫真呢？底下举出反方向，你了解了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真。啊，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装出来，
表面上做的，做得很好，勇猛精进。里面怎么样呢？自私自利没放下，是非人我没放下，贪嗔痴慢痴慢疑没放下，那是假的。所以必须觉而不迷。人要常常有自知之明。贪嗔邪为奸诈。这些是恶心。不善的习性有没有放下？如果没有放下，那你就要晓得，这种的心念是在制造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就这么显现出来。虚假、贪嗔邪为奸诈百端，这是六道轮回的因。有这个东西就有六道。如果这个念头没有，你全把它转过来了。你是用真心，这妄心，这不是真心。妄心所造的是六道，是十法界。真心所变现的呢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。真心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很简要的把它说出来。真心是什么样的？清净。何其自信啊，本自清净。那么你就晓得，不清净是妄心，清净是真心。真心不生不灭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念头，前一个念头灭了，后一个念头生了，这个生灭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心不生不灭。真心本不动摇。动摇是什么？随着外面境界转。外面境界顺自己意识起贪心、贪爱，不顺自己意识讨厌他。你会随着六根，随着外面境界生贪嗔痴慢疑，生七情五欲，这叫什么？心随境转，这个心是妄心，真心不随境界转。真心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它如如不动，这真心。
啊，所以真心不是轮回心，妄心是轮回心。妄心作主，身口意三业都是轮回业。啊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要能真的把它转过来，啊，我再不随外头境界转了，啊，真诚心用事。对自己真诚，对生活真诚，啊，工作真诚，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真诚。用真诚心念佛求生净土，那恭喜你，你这一生圆满成就了，你成佛了。啊，如果你外面啊做得好像不错啊，像个像佛教徒的样子，里面烦恼习气一点都没有改变，那这是假的。啊，四帖书里面讲的卧心难清啊，到刮胡说是卧心牢固，再说的明白一点，他误会了，他以为这个是正知正见，搞颠倒了，搞错了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哪个人不是假的？你要用真心对待人，你吃亏了，你上当了，你傻了。哼，中国古人讲，傻人有傻福，吃亏是福。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呐、啊，大学问，大道理。说穿了，他真没吃亏，真没上当，他占大便宜了。啊，所以这种误会，完全随顺烦恼习气，错了，四通谁解？这是像毒蛇猛兽啊！有大海，没有一粒呀！啊，虽其三业，名为杂毒之相。表面上做的好事啊，布施持戒。人如精进啊，修这些，里面怎么样？贪嗔痴慢疑，一点也没断，这叫杂毒之善。也名虚假之心，谁知道？佛菩萨知道，鬼神知道啊，所以。不明真实也，它不是真，它不是实实在在的善业，啊，不是假的，啊，那么这种人，世间人不知道，他能够欺瞒世间人，佛菩萨明了。上天会收拾这种人，啊，这是劝我们
真诚心之可贵也。念念呢，不能把真诚舍掉。真诚舍掉，问题就严重了。决定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不怕被陷害。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之前修菩萨行，遇到割裂王。这个割裂王，割裂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暴君。昏庸无道，再称割裂王，被割裂王割截身体，凌迟处死，这叫冤枉啊！菩萨没有一丝好怨恨。反而感谢他。为什么呢？让他早一天成佛。我们遇到灾难，遇到人家谋害，感谢他，他送我往生。我早一天往生，早一天成佛，这真的一点都不错。没有一个恶念呢，对于伤害我的人，严重伤害都不起一个恶念。为什么？知道他跟我是一体。就像牙齿咬了石头了，石头咬破了，石头怨不怨恨牙齿？不怨恨。为什么？一体。今天有几个人认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？只有佛菩萨。科学跟哲学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。佛菩萨在这个境界里面呢，我们要学习。真能契入境界，你得到受用了。你所表现的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现呐。一般人都能看得出来啊，看出来什么？你欢喜，你没有烦恼，你慈悲。你没有伤害人的念头，这是像这个经上所说的会真舍之理。你给自己，给一切众生真舍的理，真舍的智慧。